还接受不了吗？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，医生所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。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，帮助他们去战胜疾病，去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行，我们也需要陪着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可你现在却因为一个患者的离开就变成这样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后颅窝大量出血的死亡率几乎是100%，这个是谁也无法可以改变的。我知道你太想救方南了，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失去你的理性吧。如果你连这样的死亡都接受不了的话，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做一个医生。我之前做无国界救援医生的时候，不管碰上多艰苦的环境，多严重的伤势还有病情，我都会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刻。但这一次，我竟因为他家长的原因，我妥协了。虽然我不认同你现在的状态，但当时你的治疗是没有错的。我刚刚站在这儿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坚持一下，真的我再坚持一下，让方南把那个头颅 CT 做了，他是不是就……我们做医生的吧，是这个世界上离生和死最近的一群人。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，也算是他对他这一生行医生涯的一个总结和概括：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说，我们面对的这个大城市里有多少人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为他们振作起来。因为这些话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学生说的，但现在我只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白医生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铜山医院啊。肖医生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？当然了，那是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的入门课。为了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奋斗终生。嗯。患者情况。患者25岁，酒后昏迷1小时，体温36，心率118。你看，在我们这儿，到处是等待救治和救命的患者。医生这个职业不相信眼泪，要么擦干眼泪继续干，要么赶紧走人。谢谢白医生。干活。